古天乐、林峰、陈展鹏同韩星车银优呢日就一齐出席人气大奖颁奖礼。有份攞奖嘅古仔提到今年有份提名我最喜爱男歌手，而且仲得到好多歌手投票支持添。睇嚟古仔要有心理准备，到时要上台唱 live 俾大家听啦。我睇下出唔出席到先啦。如果人都去唔到，唔知点上去唱，但我尽量啦。而啱啱喺東京旅行完翻嚟嘅林峰就俾人影到同女友張馨月同行喎。其實真係老實講，香港嘅傳媒係真係好犀利嘅。係，即係佢哋啱嘅。係真係無處不在。咁冇啦，係我，因為我都講咗工作以外嘅嘢，其實都唔會主動同大家去分享，因為希望大家關注我工作上面。咁當然大家如果發現咗，咁我當然承認啦。不过另一边厢就有传旧爱吴千语因为复合唔成而报仇啊！别的东西我感情东西我就不说了，谢谢。